梁朝伟独自过圣诞，穿白色卫衣坐在圣诞树旁，59岁，状态超年轻。今天是圣诞节，相信很多网友都在筹备怎么过，但也有部分网友选择不过，因为圣诞节并不是国内的节日。娱乐圈也有很多明星过圣诞，比如邱瓷炫、梁朝伟、何超莲等人。梁朝伟今年都59岁了，没想到对于圣诞节还是比较看重的。近日他还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照片，他身穿白色卫衣搭配一条牛仔裤，而身后就有一棵很大的圣诞树，已经布置好了。圣诞树下还有很多礼物盒子，这次刘嘉玲并没有出现。梁朝伟虽然已经59岁了，但是状态看起来超级年轻，丝毫不像是快60岁的人，发型也非常加分，他的状态是越来越年轻了。都说娱乐圈里的女明星看不出来真实年龄，因为日常保养很到位，但其实很多男明星也都不会显老，除了梁朝伟还是林志颖等人，真实年龄都不小了，但是看起来就是不老，这样的状态属实是让人羡慕啊。你们这个圣诞节选择过还是不过呢？